好，四场就跑千二米，四号胜利神驹热门嚟嘅，即系呢日变咗。上次咧，王志宏咧就跑第十嘅，前次就跑第二嘅，跑第二嗰次系九倍，而家系仲热啲四倍。王志宏第一场放唔到啊，即系但系都啱嘅，都系咁跑得啱嘅。王志宏。五号仔长胜力区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九，二十四倍，本路程都未上个名啊！骑师系艾少礼，上次系七十三倍跑第七嘅五号仔，呢场赢过嘅马有五只，一七十十一十二，上一场啲近绩买晒度嗰啲。十一啊，一啊，嗰啲咁，三啊，六号，二期之宝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七，冷门嚟嘅，第三次出赛，前两次咧都系冇派彩嘅。霍宏星档位就靓啦，三档。即有两场那个 win 咧，就是上次同前次都是跑第四嘅，即系边线马。而奇之宝呢只马就落后咗啲啦，啲名次啊，前两次啲名次第九、第七。七号仔木火同名，上次第十一系尾二嚟嘅。哇，咁热嘅！田泰安上次三十二倍，前次四十四倍跑第六，六次赛绩未上个名。我话今日咁热门嘅呢只七号仔木火同名，田泰安上一场只天池名区赢咗，都过咗落嚟呢度。七号仔赢过本路程嘅，不过唔喺最近呢六次嗰度嚟嘅，包括精选大师。九十一倍，精选大师咧，上次就跑尾二，前次跑第尾嘅，跑过两次啫，即系未好过啊。马就冇乜嘢噶，马就都几好啊，健康几好啊，真系唔错啦，个样都几好啊，系未揾到自己嘅路程啊，同埋分数唔系几配啊。八号仔精选大师蔡明少。九号就二十九倍，星火燎原。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八，即系呢啲系冷门，系好合理嘅，因为啲名次都未近过啊。本路程又冇纪录嗰啲咁样啊。骑师潘明辉，潘明辉带头啊，只怪兽豪侠啊，带到转弯都仲带噶。十号就花好月圆啦，今晚就开呢一啲啊，今晚啊，即系上次第四、前次第三呢啲啊，两只都系何铭年原班人马又嚟过咁啊，呢啲啊，十号好多人关注啊，四号仔，十号啊，七档，十一号九秒九嗱，九秒九咧呢只马就系十二月。唔系喎，只十号就仲系啊，即系呢只马上次边线啊，上次啲接近咁样啊。嗱，十一号深色衫呢只咧就九秒九，我扎要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三咁样，好想赢啊，梗系系咪？十二月二十九号四倍报文系赢咗个十二只马，所以呢只马六次赛绩之中系最好嘅呢只马，有四次上名，十一号九秒九。档位十一，马都几好啊，准备得好好啊，得后装好多好多肌肉嘅。十二号万事靓，万事靓上次第五，前次十四，二月十五号嘅时候就四倍跑马地千二米跑第二嘅，
之后就输得远了，万事靓。即突然间一次好，之后就不好咁样啊！呢啲马，呢只马，第二个 round 睇埋啲一号先，勇威神驹，一号勇威神驹呢只，钟奕礼上次董明朗跑第七，前次潘顿跑第四，档位就好啦，出到闸就掂啦。不过六次赛绩咧就未。试过上名的，但现在成为大热门一号，因为人们喜欢钟奕礼出闸跑短途出闸快。正面看不到 number， 不识认。十号呢就是六倍，现在看回那半有颜色，那半马步。十号仔叫花好月形，我睇晒啦，我中意呢场，我中意我要十号，十号十一号，我要十号十一号，即系要何泽尧、何铭年、何泽尧，要七档啊，睇下点先。有啊 ，Sabrina 有啊，有十号、十一号，睇下 Jenny 要唔要先。八号仔呢个马叫精选大师，两次都系十几名。十一号咧就系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三，好紧迹嘅。呢只马叫做咩？长胜力驱啊，粉红色，深色衫就九秒九，何泽尧。Jenny 要十号啊，要一号，十号一号都几好。有冇十一啊？冇要，我要十号十一号。即系呢只啊，白色就斜。斜间花好月形啊，叫做咁啊，睇翻第一号孖天个派彩先啦。咁啊，第二场咧就一号、八号、十二号啦。咁啊，头关嚟嘅尾关第三场咧就三号、十号、十一号嘅。咁啊，派26,648元。上一个九秒九，好似头场啲精明勇进嗰啲咁样咯。一四班其实预约早有得跑嘅，不如有档位配合啦。咁但系落五班其实系超级嘅根本。但今日咩跑法呢？而家仲有熱身，但系好似好多馬都想上前咁啊，系咯，咁你系咁噶啦，都冇辦法，明知道跑到系咯，擺前好，咁你夾硬縮後，你翻嚟咪今晚俾我鬧係嘛？嗰個冇辦法嘅，所以心俾你鬧。頭先咧飲杯真係好超級喎，好超級嗰只，即係有得追上嚟，佢就話仲有勢嘅嚇，咪爬上嚟。有拳技啊嗰啲啊。日中月赞都汗湿都几多啦，呢啲头先都热过身啦，精选大师，因为慢咧长途马系啊，呢啲真系冇办法嘅，你想快都快唔到啦，呢啲就冇乜速度。大师啲马几好咁懒啦，四号蔡依啊，即四号黄志宏位置好多飞啊，四号胜利神驹。胜利神驹咧，上次十几，但系前次第二，即上次唔好，前次好。我要十号、十一号，十号咧就系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三。骑师何铭年有冇换人啊？跑第四又嚟过咁样，好似第一场同埋第三场嗰啲咁样，第一、第二场嗰啲咁样，跑两次第四边线，然后就跑法积极咁样，花好月形。九号咧就系、叫做星火燎原，一号系点啊？一号威勇神驹，钟奕礼就系中意佢识放头，好多人关注啊！隔晚大热门，隔晚大热门系一号，上次成绩好系十一号，十号系上次跑第四，三号咧就系潘顿，只马叫日中月赞，三号。
十几倍啊！十一号就何泽尧心积三嘅九秒九，连续三次喺前三名，赢过嘅马咧系一七十十一十二，即系十十一十二啲轻磅马咧都系有赛绩嘅，即系花好月圆九秒九同埋万事靓都系有嘅。绿色三系胜利神驹，黄志宏好多飞。特别是位置 1.7 胜利神驹的隔晚位置都是 2.2 的，现在是多了很多位置飞，揸佢做 Q 胆啊！呢三重再单啲胆又正啊，唔一定要赢都好，都好好嘅。有时啲马 Q 位啊，三都系得三啦，成组都系九秒九上次上名嘅啫。头先嗰场就成组得只精益大师上名，跑咗第二，呢组都系九秒九，都拆得几匀，都拆咗啊！系啊，第三上组都系名少啊，摆埋都系分开啊，每场快啲咁。咁跟住嗰场咪正气清区咯，得一只上名啫嘛，上次嗰只后追外档，而家唔知点系，系咯，仲摆咗去行级添，系真系激嘅你知，压咗地未啊？嗰场系咪有事？第五场下一场咗，系咯，系咯。有啲马扭计啊，长胜力区嗰啲马啦，七号挂汗啦，临尾，六火同明，临场多飞嘅马咧就系、是、田泰安只七号仔木火同明，潘顿只三号仔咧而家就六格起飞，档位咧就系、是、九档，都几难拣马噶呢场。胜利神驹紧随其后，四点三。另外木火同明花好月形都有啲飞啦，九秒九。好啦，首先咧见到一档啊，胜利神驹，顺利，跟住万事靓，二期之宝，九秒九，五号马，头先都曾经扭过计嘅，长胜力驹。再嚟木火同明，十号马花好月形，跟住系星火燎原，精选大师入得都几快啊！三号马再落啲飞，日中月赚十个开，好啦，跟住入正四，精选大师最后入闸，日中月赚，全部赚少少，抌埋只日中月赚。跌穿十倍九点八啦，等埋佢入闸啊！少少紧张只马就九点五倍啦，日中月赞，大热仍然系一啊独赢，但系位置大热就四、啊。好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四场赛事四班千二嘅短途赛，大热暂时系四，王奇居。好，你跳出嚟嘅时候，大慢插日中月赞喎、哦，前面快嘅马胜利神驹木火同明啊，咁、啊最出啦，精选大师走上去，九秒九系第四位，第五位二期之宝啊，内栏第六咧，仲系长胜力区，中间红衫白帽咧，仲有万事靓啊，外边黄衫啊剑山峰嚟噶，后边四匹马有星火燎原啦、啊，花好月形啦、啊，尾二嗰只勇威神驹啊，暂时带到。去到对面直落中尾段放了出来跑了，就是精选大师木火同明是第二位，守住内栏第三胜利神驹，二期之宝第四，第五剑山峰，第六还有九秒九，内栏位置粉红三还有长胜力驹，后面的五匹马万事靓花好月形，尾三星火燎原，尾二勇威神驹，遥遥堕后是日中月赞来的。好了，转弯直路木火同明走三位出来先，看到中间位置上有二期之宝外面追，还看到九秒九，马林中间长胜力驹走入去就勇威神驹，外面上咗嚟嘅马咧，仲系只万事靓啊！最后百零米，木火同明尖尖嘅二期之宝追紧佢，出边有九秒九，中间位置长胜力驹接近终点，埋边木火同明，中间长胜力驹，出边仲有只九秒九啊！结果今场赛事三只马拍住一齐过终点啊！埋边木火同明到唔到咧？嗱，外边黑衫九秒九，两只马中间仲有一只粉红衫长胜力驹，第四名二期之宝。咁啊，睇下条线喎，边只动线啊？
哇，好似只繁星，嗰只长胜，长胜力驱，冷门嚟噶喎，长胜力驱夹硬廿几倍，赢咗嗰只九秒九，赢咗何泽尧。哇，呢只细路仔我买佢咧，尾二个啊，尾二个终点，唔知点解咧，千二米真系唔可以咁样跑法嘅。何铭年。木火同名，临场多飞嘅，战绩唔多好嘅，就系临场多飞嘅。潘顿已经落后咗啦，已经。四号仔喺前面，四号仔一只叫胜利神驹，黄志宏跑得好啊，点不知佢大师啊，呢只叫精选大师，跑咗出嚟，连续两次十几名嘅喎，呢只马未近过嘅呢只马，有前速啊，今次黄志宏跟住。咁然后咧，后边嗰只咧就系、是，哇睇唔到，好蒙啊，好细只啊，我哋一啲好细只啊。九秒九咧，而家仲喺边度咧？喺呢度，九秒九，而家喺呢度穿位上嚟，有份影相啊。呢只咧就叫咩长胜啊？呢只长胜力驱啊，叫做，哇好落后啊！呢度你睇摄上嚟啊嗱，喺九秒九里边走上嚟喎。后上如箭喎，同佢叮当码头系咁冲上嚟，我觉得系，我觉得嘅长胜呢只长胜系啦，赢咗啦，即系好明显啦，冷门啦，今爆冷门啦，何泽尧只马都想赢啊，真系赢咗后边扎马噶啦，已经赢晒后边扎马，五号仔骑师系叫艾少礼，爆冷门喎，真系。伟达中唔中到啊？唔多好笑容啫喎。艾少礼，一阵间睇下影相嘅时候咩表情啊？啊，又唔系好冷喎，真系隔晚系。五号仔夹硬系二十八倍噶，而家变咗十二倍喎，中到噶我谂。